小戴，你好像我们的孩子。笑笑就这么说的，像他带小孩。为什么？就很可爱啊，很有爱，一家三口。我这些全部都脱皮了，没听到。我这些全部脱皮，每一个都脱皮。倒刺是吗？嗯。好可爱啊，康康，孩子。你手得有我两个大吧？哦，他这么多，夸张，他高啊。我已经差不多有你两个大。哎呀，对，人也是。刚才你还问他，你说我们这边还可以收留一个人，真的？我只是想加点味精。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两两成对了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我变成什么呀？就是感觉，哎呀，真好，都两个两个。哦，我不是在戳你，我是用来戳。你会有点失落吗？就是为什么差你一个？反正一定也会有个人落单啊。对啊，九个人高低都得有人落单，偏偏是我。美绿，哎呦，那怎么过去啊？暴击。他怎么过去啊？啊！干嘛了你们？在我面前干嘛？在我面前干嘛？我没有在跟你玩木头人。表情真的巨搞笑。我没有跟你们在玩木头人。小丹的表情确实特别好笑。对对对。这里有水，我们需要往那里走。笑屁。我走你左边哦，我感觉有可能走着走着就陷进去。你俩再单独聊一句试试看，好真实。对呀、啊。再会。啊？嗯？孩子。什么意思？孩子。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傻大儿。常回家看看。再会。你说小戴很像他们俩儿子，两口子带着儿子考上大学了，现在回来看我们啊！而且康康真的像慈祥的老父亲，他们俩这个表情截的真的很像幼儿园型的老父亲、老母亲。呜呜呜！小戴说：“为什么我是自己？”太逗了。到底是谁的安排直接把小戴牵走了？节目组给那个牧场的戴了耳返是吗？把他带走，把他带走。一个人在旁边骑。Hello， 哎，录下来了。牵骆驼呀。你想牵他、啊？是的。他们为啥是两个人，你是一个人？为什么我是一个人？小孩。因为我自己一个呀、啊，然后他们是两，他们是两个人啊。哇哦！说，你看他第二次打他了。但我觉得狗哥好甜蜜啊。对，狗哥还可以。他今天整个人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不是看到咱们了吗？你真自恋。怎么看到你开心？朱周，哎，今天快乐吗？快乐呀。我刚下车就更快了。我才反应过来。啊！你也学会咬怪吃了。屠龙者终成恶龙。现在可以想想形容老虎、恶龙。嗯，可以，我都记得。你还要不？好，我给你播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、啊。他说了不要了，你快点，他不要。哎。买真烦。不要。这俩的眼神。不要。我扔了。他们都不敢太张扬的对视，生怕破坏了巧妙的关系。